我你来好啊。哦，阿妈嘿，阿妈。好、哦。先生麻烦。帅哥，我们帮你挑到美女。对，阿妈来。我们待会签名的时候，我们廉价，我们廉价好了，廉价。我待会签名的时候可以讲久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第一组先上来。好，啊，小林怎么会说的？哎、欸，对，红色手机是因为那个，对的。哦，妈妈 ，OK，OK，OK， 好。哦，没关系。多了一个，我们就再补一个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对，好，多了一个就再补一个，好不好？再补一个，一二三 ，OK。啊，不要辛苦你啊，已经一二三两痛两拍了，才在宣布学过。什么 ？OK， 谁？我们拿那个，哎，那个。荧光绿那一个好了，荧光绿，对，好，荧光绿，好，来，欢迎到边边来 ，OK， 好，来，那我们快速讲一下，我们用这个呢，饼干，然后含在嘴巴，然后呢，用传递橡皮筋，看他们合作起来能够在一分钟内传多少个橡皮筋啊，最多的那个人就获胜。对，好，来，那你要到边边来，傅凯在中间，对，有，哎，谢谢，啊，哎，不要，要面对观众，观众，对，好，来，那我们待会橡皮筋准备好了，哎，我们往上一格好了，好像后面的朋友会看不是很清楚，来，我们往上。对对对，好呀，那要小心了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先把饼干先含着。好，翠皮酥传情计时开始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不能故意把饼干咬短哈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其实注意一下，那个有个默契在，一个高一个就要低，一个高一个就要低。好，对对对对对，好。傅凯已经变成超级熟练的了，你看他玩了几场了，全省玩透透了哈。啊，刚才你鹅肉，你还有点烂很屌。好，加油加油！我在高雄的时候，好像第一次最高纪录是六球，想希望这一场。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滑停，好，七条，哇，一开始就破了原本的纪录了，恭喜第一组。来，我们先到旁边休息一下。好，来第二组，第二组滴滴组，滴滴组，来滴滴，好，哇，那你要蹲很久。好，小朋友不会输给大人哦，请注意啦。好，翠皮酥传奇 Part Two 开始。这个画面太经典了。这个翕相太可惜了，这两个底低的就任由他摆弄，有没有？反正他们高度也没有办法配合傅凯，只能傅凯配合他们。然后蓝色的小朋友是完全就不动了，超厉害，超聪明的。对对对，真的。这一场玩完，傅凯大概又再瘦两公斤，这运动量太大了。翠皮酥很可惜。好，一，忘记倒数，时间到，一样是七条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在旁边休息一下。好，第三组，一男一女组，对对对。哎，刚刚讲绿色荧光背板的还没到现场呢，他是绕到别间家乐福再回来吗？哦，来了来了，好 ，OK， 好，第三组开始。
你看这游戏玩熟了、啊，大家都非常的有默契。加油加油！我发现这游戏一样高的反而不好玩，那个两个滴滴就站定位就好了，中间的人动就好了，一样高的反而要瞧一下一上一下。阿妈就笑了，然后让咱们给大姐给阿妈，大姐阿妈好啊，加油加油！这个你看，台上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年轻的歌迷也有，然后呢比较成熟的歌迷都有，所以副牌呢魅力无穷。三、十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哎，几条？十条，厉害厉害！但是我们还有一组，搞不好会破纪录哦。如果他们没有赢过十条，就是你们赢了。那但是不管成绩如何，我们都有参加奖的哦。好，来请上台啊，翠迪叔。就有些比较亢奋一点了吧？对对对，好来 ，last 组最后一组，预备备。开始。一个人紧张啊，不见得有手还有脚看得出来。有没有看到绿色衣服的？他的翠迪叔抖的嘞，很紧张哦，因为跟这个副台面对面这样子。哎、欸，还蛮厉害，副台的动作也太高追了。你们这些照片不能随便乱PO啊！他是情歌王子啊，形象要帮他顾。他是跟你们玩得这么放得开的、啊。好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都故意拉长音，还是没办法。啊，几条？一样十条啊，七条。所以。